Thank you.
quello è un tiro a budo.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交通知识宣传片。近年来，随着农2013年5月23号，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一辆非法拉载了9人的农用车，事故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发生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繁丰路与石胥路交叉口的一起交通事故。下午4点左右，路口里南北方向信号灯是红灯，箭头所指的面包车由西向东行驶。就在其即将行驶过路口时，由北向南飞快驶来一辆摩托车，两车发生碰撞，摩托车倒地自燃，驾驶人被火焰包围。根据了解，这起事故中摩托车驾驶人无驾驶资格，醉酒后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未经年检的号牌为苏记 ME038 普通二轮摩托车并闯红灯，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摩托车驾驶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类似的事故还有很多。根据统计，近年来重大伤亡的交通事故有2/3是发生在农村地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众安全意识薄弱，农民群众交通文明素质与汽车文明时代还不适应，缺乏交通安全的养成教育，交通法律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规则意识较为薄弱。农村群众乘坐三轮车、货车、非法改装车出行以及超员出行屡禁不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农村交通安全管理薄弱，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最大的短板，因管理力量缺乏，农村地区驾驶摩托车不带安全证，酒后驾驶低速货车和拖拉机违法载超员超载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常见多发。三是农村交通安全基础条件落后，一些地区道路状况较差，标志标线、隔离桩、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严重匮乏，再加上一些道路缺少有效维护，损坏严重，使得农村道路也埋藏着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如何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结合近年发生在农村地区大多数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的角度总结出了9方面安全提示，希望广大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牢记于心。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无证无牌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故意污损号牌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会被处罚及拘留，并一次性扣除12分。二、面包车超员载人危害大，有些农村驾驶员常常驾驶微型面包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危害大，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
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根据科学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以使驾驶人和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40%到50%，使后排乘客的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四，货运车辆超载危害大。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五，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后开车，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撞，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身体平衡感减弱等情况，即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六，驾驶报废车辆危害大。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农村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到正规地点购买技术标准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七，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危害大。摩托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摩托车头盔能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死亡风险降低40%。八，三轮车、农用车辆载人危害大。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差，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九，遇到急事不减速慢行危害大。通过急事、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边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应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小孩，尽量不要倒车，如需倒车要有人指挥，否则易发生剐蹭或碾压事故。交通安全大于天，为避免因道路交通事故致贫致残，请广大农民朋友们牢牢记住以上九方面安全提示，畅行安全路，幸福奔小康。我头五间去看哈，有位朋友正因太贵些了，五块哈。即那么安全地址几个钱的话，那么不断时的话，生命了还两个票的时间都不了。所以讲，今话这个安全地址宣传片大家看，你应该对那么生命的尊重。那么给了呢，那么有请哈，从一个手里交个从一个人来讲哈。那么有请办交警队的高主任、高教导员来。洪英宇，现在跟他们一起讲这个交通的地势。各位乡亲，大家好。都在大家喜欢看这个漫画，这个这八个字的，为什么材料这是个大家看了多出？今天当牌的，只要对个大家提一个茶，不务平安，不务健康，一切等一刻。交通安全都不是一刻，都是跟那么不是个人出现急迫相关。因此，我今话借手机会，这个包含了这个贵人的个今天交一拍啊，下来个大家提几点要求啊。
他一点他妈跟李平当都装给了南九甲南部地逃库南挑战南纪贤南传安等我希望这个队伍大家都记在心上不但记在心上更要教我自己生命的人特别是做了错的人亲爱的朋友、大家一定一起看一看、特别是酒后家属都那办啊我每天吃酒家每天吃有什么爱吃一个每天吃每天有这次民工大家对这个意思好立不他们做给我时间都这是我包括好立要是雇人的时间给大家在这里跟踪还是高额这个再来这个第二个高档位下发挥乐的诚信就是诚信这对经营助理考过母恩长恩做感冒后保险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希望大家互相调查互相教育互相等等再一个电动车很多电动车要求大家必须有加入证第六还准电动车以为那加入证其他电动车都不是都不是有加入证那帮人已经经过去后他的过加入证需要拿拿出大家到推荐了这个到我们的带队报名就可以参加考博专门考所有考博理论考第二个考博中考就是中地考第六个文明家属考虑这在此给大家说明一下再一个那么少人呢不地球在有虽然国家英语这种车都起得名白白但是为了安全考虑这种车一旦会从英语一报备会做事因此我们这少人呢都应该报备但考虑到那么这个希望这个有助人特别好提要本意的好提案好好理的只要他们的好这个不好难的话我们好来给他教不给他发但是家己关定了不爱好难爱挑战爱不地逃过爱闯红灯爱记恨还对不起我们还得不必不认识我喜欢希望大家这个做个遵守那就讲到这里最后就大家平安健康幸福长寿谢谢大家好谢谢那么高高老人给大家讲的这个地址不仅影响到比如说被保险啊出感冒啊这个我更加讲最重要的那生命最重要我如果生病有人开这个电动车真应就是很好都老苦耶因此你呢世界就是有多生命我听到什么人给等到什么人给累到因此大家安全地址来讨论那么这个给这个拜神明拜马路啊这个机会的来讲平平安安顺顺顺气当然就从那么逐级逐级下来保利那么小错呢更加平安谢谢那么今天那么开始今天我老的直播就开始起游了那么大家来行政这个在家里因为在家里当地的朋友为大家这个贵安提案的彩排这个恩人各位的表演精彩给大家看大家准备好高兴那么欢迎来做等每等领袖啊等学生大理的领航新时代有请好谢谢邓梅邓林小神啊各位这里的警察的表演那么台语那么形象的里高帮部记录那么一个形象高里部落那么都形象部落里前啊那刚刚这个信息来就七九年改革开放到现时的那么习近平讲的军队去创造的等我们不会是给咱实现那么自己的梦想因此这里是个好事来都在好事来那么
很受教好的生活。那么纪律，那么要纪律，有请贵州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带领的贵州幼儿园的大班部落，有请。哦，谢谢啊！大家讲这个小朋友来做贵州幼儿园哈，跨里独立，那么可能村呢，就各位领导、各位这个代表，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大家贡献三个梦。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个休息区，好好为这美景等等，啊，去大下个大家表演个这声音八卦哈，可以欢迎出这个上个登台，那么都上个个高点当中呢，那么可能出个休息爱好啊。不论你领导或者聪明，大家都露出了卡、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去提高他们的精神的文明生活，并且呢，跟你可以多多的交流哈，将他们背后的人的感情更加好啊。你说啊，这声音不干，不仅你那么本地的文化和促进他们大家的这个交流。那么，过了后，社会很苦的直播，大家都难找哈。那么，奥利啊，奥秋哥，今晚奥请了这个，那么破人的话，聪明啊，这个歌手肯定吹歌哈。电脑好了，阿哥大力。那么，奥利后，小品、舞乐、歌曲，好，大家今晚可以奥老这个梦话大唱哈。那么，过了，那么有请由马路孟一敦大力的小品加油来。那么，过了用歌声。红叶妹，有啊。那么一直看那个，到底这当什么一个车摇来？大家一直的形象着。阿英啊，阿英啊，阿英出来，在这眼睛。哎，离了离了。好冷哦！哎呦，就别搞了。什么？你冇带？这酒店好的。滴溜咪咪，轻酒个一酒。当初电话给的，当然不是。那你把车摇来办了，菜叫一定就大出手。来滴买这十杯酒，来我家来四人出头。哎，别啊！哎呀，我滴讲吼，嘿，你真有气味，气量有好着，都一汗大一色。来我生活里，气压了收拾，顶难生了难，怒吵吵死。一行一色，还记得阿拉亲戚哈？来过车上了哟，阿拉小品音不搞什了嘛？哎，初音当你今年对上了好小品音十八嘛？我看把你背来背了，到那个十七又读来了。哎，那老上了哟，你左右两爱弹钢琴，那就多难啊难，应该你怀疑多感情。哎，你说背身多了你？哎呀，多老你也讲个十。丢了丢，拼音超过交看车呐，是破烂的口气了。
三六幺平行的大路一边便宜，这车班友我坐伊，说好都我车里，看我是给咱十点来到，将个路三六幺就会紧跟。你弟弟在过劳呢，吹不好来怕个，嘿，你真不好的班友就这个，我给阿弟阿里改改做两管的。我啥三六幺，把刀踢下去，阿班友在看手里，半个车里都要你了。刚过你家里三年了，听我走一遍个道，听我走一，听我走一，听我走一，大喊着你得走一，快走一，快走一，听我走一，快快走一，听我走一。你看到我这个油哎？哎呀，这些老嘛，你拉得好好去去咩啊？那个脑袋里就拉什么办他？拉什么办他？这个看你光拉什么办他？哎呀，阿丁啊，你听我讲，老鬼头命里叫跑骨。都在那里逼逼的不听出，我叫一个白酒大白茶，准备把你吃掉了。你看，一杯还十杯还就吃得起，来我家这个真有这乱叫的。好、哦，来，因为吃掉来就这茶出。哎妈呀，我感觉这真好看，难赶去。这阿乐杯没了好，你杯好大杯贵。妈妈呀，当那条鹅一放一折，酒了干板加几对，这只奥秘。赵燕听说刚得你，喂，哪个老叫了？阿浩，都把给可以搞你做大老板，来保安干把你看烂些，还有一个三年要吃餐餐。平啊，妈拿了走，阿里个的账单。奶呀，妈，爹哪讲到，我都把给开办明年去耶，阿里靠党和进去，肯定给你干靠混的，加老太交交钱。哎呀，再讲等下过，地藏寺都把金召开，明年去也做摊位，蝴蝶明年去也发展个景点，等办个对位。哎呀，什么大爆出来了？哎呀，我敢等是拗破。嗯啊，那个都把金早都听过，真好一方一石好进去，跟人距离可很远。妈，把你这样来硬干，可了老去阿里不安看。嗯，哎呀，这话你就说错了，大家都偏的爱骂你。以后你说个进程乐记在心，红衣那边平衣来俺那心哦，大错大办有你人对白掉，我给你来看了么？听我的话，妥妥了。阿等道理讲透他，来管慢慢念，我别个车上牛羊小鬼满平衣做做衣了，不要好难吹耶，讲过天天走。因此我为了过招耶，进程把你请大家，我今日说。你拿银行好过就我给他头脑发财的龙门来。哎呀，阿姨啊，那你不是放黑手？那哪吒啊，罗德华，他老肚子有力，他老早下山了哟。爹爹，我阿平，那个手鬼嘛，下了班啊，一下一下的步啊，有力拿大给小弟，我感动。就一稍稍你给等俺多，因此今晚放俺身到了为最比家嘞，最比家嘞。这个这家家里都没做那个好酒的小弟落到楼塌了给秀一等富贵无名十家最比家嘞大弟哥好好好都没说睡得起吧嘿嘿嘿我可都没说还是上个都和下是降个金星阿英啊西藏戏也好的开天一号一色得抢酒楼的干吧把你难跳过地来走大家下坡阿伯哥哥哎呀还是你大家你站到下来下头难跳过请我的哎那帮你得靠着的哎呀还是你去来地那去哦说得请我的胖胖很大路同意弄毛请你阿伯你有啊阿伯不要活了因此希望都不会说错难遵守成绩命啊做这个一号一下的生下你啊好啊好啊我落到村啊这路里嘿那了讲你吹好你家背后有人讲过下边人家大流阿话不记讲过阿英祝人小小气讲过阿英祝人不明气阿英啊我跟你讲现在有你人讲认为那是你肚子的那这个把你有三十多片的钱何不只有小丽的主讲义嗯好你阿贵干部的俺哪做有意义俺哪做都没有傲娇的把你有这件的钱跟你小丽主讲义是俺哪了个是俺哪了个是
好去哟。还好啊，还我红糖应该就会比比的薄蛋的。你是红糖应的，你看，还你无理无蛮的嘛，不蛋的啊，不蛋的，阿英啊。我个脑袋要放啊！我到楼上最比家嘞个白，你那最挂到楼梯嘞。好好好，下边下边。恒啊，俺搞拼音。好啊，俺你有啷个衣服吗你？好啊，一起面做吃半饼。好啊，以后以上必在是。好啊，好啊，好啊。阿、啊、恒啊，到、啊、我。大家讲这吃药来这小品表演好不好啊？啊，这刚当讲的什么高楼？大家在呢？小朋友夸在呢？在讲什么高楼？刚好那阵大一过后个事嘞，啊，就一行一个男大吵大骂哈，这都拿来吃我一刀噶。啊，那么第二天又去晒做跟我一夜熟嘞，啊，这晒红火还你。那么进屋带头，第一场讲一行一说啊，咱多吵多吧啊，反正该吃就吃啊，在这个钱那个一半的噻啊，那么这个小品啊，这个高的意义十分的大啊。那么小品了了呢，哎，这个是把你收集的捕捞，有我们可能就话个啊，这个全带领小朋友等等大理的。喂，来，掌声有请一下。哇哦，好，谢谢啊，谢谢那小朋友啊，三个表里嘞，我爱我仔哈，啊，等一下，那么给了这个直播允许过，能够那个时间介绍这个嘉宾啊，他一讲我跟大家讲，我这位嘉宾等冷气的节目，我告诉个大家收歌。一里音乐这老人青年作曲家恩唱歌手，并且里何根成留言音乐合会的副会论，普人留言音乐合会的会论，普人是音乐家合会副主席兼秘书论，第四第五届人生两届得到何根成进入音乐大歌证、白话证，为等我弟兄之音。韩瑞创作歌曲《东门东行》，并当前作曲的这老人，刚刚说可能大家好比较清楚，哎，这个人到底是哪？但不是讲个广告，这
歌曲，大家平日都这个闽南我听到，应该在于林呐。伊创作了《解放路》《浦城中之园》《华为电脑白马路》，M 贝丽华的编曲歌曲，唱出了那么普通人的形象。这个都解放的好人等你，我听到这条《解放路》过来唱两句哈。解放路，解放路，解放路，大家要刷到这个林呐。报道，伊这里承诺来。真正谁有本意味高声的声音有请承诺大力能力高客有请 Hello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这个听吧各位美女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我们今天比较辛苦的我们的警察叔叔们警察姐姐们、哦、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才主持人居里呢把我介绍了很多让我盖留这里、他都不知道我去年也来过这边对不对还记得呗啊还记得呗啊我去年过来是唱那个《稍微迪洛拜马喽》然后重阳节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当中一个很大的节日哈所以说我非常的开心喜人爱离长干呢我等喜人爱离秋高都没打给他今天还是会唱两首歌、哦、能丢这里不累我一首是感恩父母的怎么秋高那么会老牛那天给高肯好好的丢一会儿再介绍好不好那我先把这首父母恩送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 OK 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哦、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唱一首歌那它虽然不是莆田话歌曲哦，它是海南的一首民歌海南岛大家咋有海南的岛在海南海南我这下你就留个叫海南的民谣、哦、海南的那是我们习总书记去海南开会开会哦，博鳌论坛的主题歌它的名字叫做咕咕不进咕咕进、哦、我去年来到现在已经隔了一年了我们一年都还没见到对不对然后今天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哦、咕咕不进咕咕进、哦、它的歌词挺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哦、一个咕咕不进咕咕进咕咕走进哪有比、哦、咕咕走进就哪有比了姑姑不敬真音就敬敬就得啊我真怀疑好不好就是这一首久久不见就是这样送给大家好不好然后也希望当然希望说我们以后经常见面好吗谢谢
谢谢，金雕的呀，非常的开心，做华语，做华语，谢谢。陈东老师啊，我想，让您留在舞台一会儿哈、啊，因为我有两个谢谢要给你。刚才你唱了两首歌，一首是《父母恩》。其实我最后一句话，我很认真的看到，而且打到我心里，就是给父母1000块钱，不如陪伴父母1小时。真的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这一次是重阳节，同样也是老人节，要懂得去感恩。因为我们的长辈们，其实摸呀，都累，恩呀，恩呢，你把钱给他，根本真的是没用啊。我感觉最需要还是陪伴，还是不会摸这讲话搞你们都带广告，我道不？没错，还有刚才陈璐老师，您就不对了，您都没告诉我说您来过。我去年来过这边的，一样的。对。然后你一年前来到这边，然后我发现你唱了这一首《久久不见，久久见》的时候，特别就有感觉了。所以因为很久没见了，一年没见嘛，所以说、特别的感悟。我今天就唱完两首以后啊，我还有一首歌，因为我今天本来是没有准备要唱这首歌哈、哦，但这首歌因为它比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才能唱，它这首歌是属于做寿的歌曲。然后用了在那么漂亮的李奥演唱哦，那这样子哦，我同样也把这首歌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在台上，你不要下去了，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你一学就会了好不好？来，一学就会了，朱子仁好不好？你站那边，我站这边好不好？好。你音班大概哦。梵高启天的风太紧，雨太紧，普冷寒雪紧，大好哩，大好哩，大好哩，祝生生年祝出出啊，亲呀大哩，大赞哩呀，大赞哩，就这是我们的莆田李哥，对不对？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喊，跟着唱。太紧太紧的，轰动的，轰动的，好啦好醉的，老虎的，老虎的，老啊老虎的，森林森林不干净啊，现在叫你碰跳的呀。我的主持人很优秀啊，马上就会唱了、啊、再来啊，继续啊。不要眼睛的实在歌，实在歌，主持歌曲的不耐用，不耐用，不啊不耐用，多难下苦一下歌啊，流泪空大歌里空多啊，歌空多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一起来一下好不好？一起一起啊，后面的。得了大洋，加挂你，加挂你，大人真好啊，心里淡定，心淡定，心里淡定。坐啊坐啊马勒个耍呀，冷一冷一空杯老命啊，杯老命啊。不要来来耶，我好气，我好气呀，做些白牛喂。注意，大注意呀，大呀大注意呀！叫来鸟喂，叫盘长啊，得里得去，多欢喜耶，多欢喜耶！还有一段啊、哦，大家一起好不好？小朋友一起。很急呀，等你耶，耍多痛。耍大通花落不倒耶，
身体健康，身体壮壮，好不好？谢谢陈东老师。陈东老师，与其说你我主持人学得快，还不如说这首歌很押韵，朗朗上口。哎，我这首歌是我们蒲县很经典的山歌里歌啊、哦，所以大家一听都很熟悉的啊、哦。我还有两个谢谢还没送给你，为什么要送两个谢谢？第一个谢谢，因为我老家是梅州岛，所以你创造了这个创作了这个3月23。拜妈祖，所以我要代表我家乡的人民感谢你，谢谢让更多人了解了妈祖。还有一首第二个谢谢，作为莆田人，您创作了虎山壮志扬，说出了我们莆田人的情怀，谢谢陈东老师，谢谢，再次掌声送给陈东老师好吗？有机会我们那个明天再见好吗？再见。哇哦，三首歌啊都是用我们蒲县话来表达，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乡音，用乡音去传唱，让每个人爱上莆田，爱上我们这个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要精彩继续呈现啊，我们的妈祖文娱团杨梅芳等人要带来舞蹈女兵舞，我们掌声有请。好，谢谢各位朋友。好，女兵舞表演了下来，接下来是个表演最好的大家期待。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修理，我刚刚我烂杂技了，马都不是下的高米去背对。啊，今天那都很多人可以看到，有那么一些关于杂技团锻炼的杂技表演，那么。鼓掌有请。
再掌声热烈一点。好，请你们台上那些演员给他们力量。好，同时温馨提示现场的小朋友，不要轻易模仿这些动作。好，有谁敢上来的？要不然让我们的吴教导员上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掌声欢迎。平时拍这个警车的吴教导游今天坐上了大缸，这感觉是不一样哈。来，各位准备好掌声，继续为我们的杂技演员支持加油打气。哇，又上去了一个，两个人加上我们大缸的重量全部压在了我们特技演员的腿上。好，我们的吴教导员坐上了我们现场的 VIP 专座，感觉一定不一样。谢谢，太精彩了。好，感谢感谢我们的吴教导员。各位，刚才的杂技精彩吗？但是要提醒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是小朋友，这些杂技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要长期不断去刻苦练习的。回家千万不要模仿这些动作，很危险，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精彩仍然要继续啊。我们下一个节目是方言的三句棒，叫做勺马。勺马顾名思义，四个人啊，前面三个人每人一句，后面再加个短语来总结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仍然要准备好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妈祖文鱼堂郭金花等人带来的方言三句棒，掌声欢迎。高兴，甘宁河北赶紧听，超应该
生方为一名，大地十六大吉吉，天地富百无半章，保太平，当爱核心记心肝，以下地国保平安，天地富百无半章。南唐哦哦谢你嘿嘿哎我帮我说做好歹浪费一个印象的南我来烧我地哦黑明星今夏黑乱秀短生各界齐做阵，进下大衣厅，整体面貌换新装，陈明恩儿子主公，水泥道路大瓦通，天米阿罗公，马路最爱锦衡勇。跟着这下好心中讲得不了应着中哦来个哦感冒跟人是掉心讲一首也赶紧听凑合选择这种意不爱你
小朋友有心情无？无。啊，大家小朋友看啊，够笑嘻嘻。啊，才两个同工，大家在家里摇哩，哦对，在家里摇哩，两个摇，看得么小开心一点哈、啊。好。啊，小姑妈表演了了哈，给了好这个节目哈，我们这位啊。这个七位朋友带了这支鼓了，这是六个，由柯南村康继明带领的第一家到场，郭某爷，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他好吗？谢谢我们的小敏同志啊，唱得非常好。现在有请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
到场的各位嘉宾各位小不过年下七月哈，有可能的七月等你有可能的谁还给他点哦？谁还点？当机门谁还点哦？各位，感谢配合哈。你这讲向陶尼去写哦，陶尼麻烦大家写了点。奥利也可能就是有点也是一样，但是大家都有哈。